戴恩啊，你要跟他说啊。小脚大擦擦，小手放腿上，右边要留一条路，左边也留一条路。嘴巴闭起来，眼睛看老师。好，我请戴恩到最后的绿垫子那里坐下，起立。来，你先过来我这里。为什么我要请你去绿垫子坐？因为你每一次都会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，然后在很挤的地方你还挤进去坐。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去坐在后面的地方，让你自己跟别人的位置都好舒服，而不是去挤别人，让人家一直往前哦。还有，我要问你第二件事，你有跟玉文说对不起吗？他说你弄到他的眼睛，你有没有跟他说对不起了？你跟那个玉文去找 Miki 老师，现在去，两个去后面。我等一下结束，我还要问这件事哦。处理好的时候，庄大恩坐在后面的绿垫子。好，我们来对一下时间，现在是13分，我们长征到，我们43分下课。就短短的蒸到10，长长的蒸到8，就是10:40，然后再过3分钟就是10:43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恰恰是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的第5号。那布拉姆斯是一个人的名字哦，他做了一首曲子叫做匈牙利的舞曲的第5号。那我们现在哦，要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。我看到有人小脚搭叉叉，还有小手绑腿闪，好棒哦！有3个大班、中班的小脚还没有搭叉叉哦，老师快要叫出他的名字哦。这一首曲子会很快哦，你要注意听。
三次加动作以前，老师想要考你们一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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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要怎么比动作呢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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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人要来试试看？我。举手，没有说我的，我才会找他哦。好，嘉玲举手，没有说我来，嘉玲来。嘉玲，你去那个戴恩的前面那里。好。嘉玲，你听一次哦，老师唱一次给你听，然后你随便比个动作，可是你的动作一定要跟老师的拍点要合在一起，不可以自己跳自己的哦，随便跳什么都可以。我先唱一次哦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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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准备好了没？好，预备，开始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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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他是用拍手，给他拍手，很棒。他的拍手的点有拍在老师唱的嘣嘣的点的上面，有刚好哦，你就像。好，我们第三次要开始加动作咯，我们要来加的是小脚没有打叉叉，这圈也没有打叉叉，我们要来做的动作是我们的手的动作，你的手要怎么变，要怎么动，要怎么要怎么摇，要怎么弯都可以哦，可是不要碰到别人，而且嘴巴要关起来，而且你的耳朵要注意听这个匈牙利的舞曲五号的哦，他快的时候你就要快，他慢的时候你要变慢了，等一下看谁厉害，耳朵都有注意听，张简君提醒哦，按下去就可以开始，听到声音就可以开始用手来跳舞咯。
Thank you.
先呼吸一下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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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脚放擦擦，小手放黑纱，装戴恩还要长结羽毛，你们没有再看这边。小手放腿上，眼睛看老师。刚才有人在我们走路的时候，他一直坐下来，我还踩到了品瑞的手指头，因为他坐下。有四个人不止品瑞哦，在我们玩的时候他坐下，这样很危险。而且还有一个庄拜恩在尖叫，我们的耳朵哦，差一点快耳膜被震破了。没有要尖叫哦。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种，老师说可以旋转，也可以有一点点的轻轻的跑，配合着旋律。当然，如果你慢下来，你就可以慢了，你也可以跳。装哎，那个是谁？我想要请赵玉龙，等一下不要玩。我在说话，你也在说话。我想你等一下一定会犯规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好，等一下可不可以坐下？不行啊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人在跳，有人在旋转呢，有人在跑呢。你坐下来我们会踩到你，不行，坐下哦。还有等一下可不可以尖叫发出声音？
看看谁今天有过关哦。耳朵要注意听，不是随便拍哦。好，加油，这边会拍到你哦。八人会知道你有没有耳朵注意听哦。你必须去跟他好好处理，他要跟你道歉。如果你处理不好，你跟我说，我会帮忙，懂吗？好，老师先关一下。